最近有人让我对比一下《迷你世界》和《我们的星球》有哪些不同呢？那同是沙盒游戏，玩法肯定是差不多的。那咱们呢，就来看看它的画质以及它们的生物。但是《我们的星球》中呢，星球确实是比《迷你世界》多，像什么天马星、木星、彭罗斯星这些。但是呢，这些我都没解锁。那就先给你们看几个我解锁了的吧。